好说，没问题。你是德友的朋友吗？什么？具体情况？这个在电话里说不清楚。要不然你过来，我在足疗城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那好，我等你啊。先生，今天为您的服务就结束了。妹子，你在这儿干，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一个月1000多。嗯。妹子哪人呢？哥大岭。哥大岭，没听说过。背井离乡挺辛苦的吧？看你挣这钱也不容易。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活儿，挣钱又快，活儿又轻松。啥活儿？今儿你跟我走，我给你的小费比你一个月的工资都多。不行，哎，先生，哎，先生您别这样，哎，先生，哎，先生您别这样，哎，你放松重点，哎，别这样，先生，你别这样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吧？哎，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！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过来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怎么了？你这生意怎么做的？这臭娘们敢打我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消消气！他对我耍流氓！你说什么呢？裴老板怎么会跟你耍流氓呢？快跟裴老板说对不起！对不起就行了，打我对不起就行了。哎，你得给我跪下认错！快点跪下！你这孩子赶紧跪下，跟裴老板说对不起呀！我不，我又没有错。嘿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信不信我找人批了你？裴老板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我找别的姑娘来伺候你，他们手艺都不错。哎，行了，别跟这孩子一般见识。我跟你说，今儿我就要收拾这个小骚货。哎呦，住手！干嘛呢你？想干嘛呢？啊，想干嘛呢你？哎，你这起来。冬梅，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伤着你啊？仲元大哥，你救救我！没事没事，有哥在，你别怕别怕啊！想干嘛？我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！你再动弹一下试试！别说了，你这你哪儿呢你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还挺牛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呢！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在临港敢跟我裴德利这么说话的，没几个。哎，不是，你是力哥啊？哎呀，误会了，力哥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。你谁啊？哎呀，我张中原呢，我刚给您打过电话的那个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了。这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哎呦，你就是张中原啊？是我呀，力哥。这妞你认识啊？啊，这是我老乡，从家乡过来打工，不懂世面。您别生气，哎呀，行吗？什么光？打人的吧？你看看看，我这儿这儿这儿，让他打着。哎呦呦呦，力哥，你说你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这样，您给弟弟一个面子，行吗？放他一马行不行？我给您赔不是，我替他向您赔不是，行不行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看我大哥面子上，今儿就饶了他。我这说你张中原啊，你得记我的情儿。一定一定，您放心，您放心。哎，这可是个大老板，咱得罪不起。刚才你在电话里说那些民工的事儿，你说你这孩子，改天啊，弟弟我摆一桌，把大哥叫来，我再给您提那个事儿，行不行？今天您消消气，不好意思啊，力哥。行。你得好好管管你这老乡。哎哎啊，一定一定，今儿这烂摊子你收拾，算在账目你也付上啊。行行行行，慢走啊，李哥。哎，慢走啊，我电话没拿。哎呦呦呦，你慢走慢走。哎，裴老板，我送送您啊。冬梅啊，你没事吧？你说你也是，你怎么能在这儿工作呢？我找不到别的工作。张老板，啊，你看今天的这个事情。哎呀，老板娘，怎么说呢？这裴总啊是我朋友，冬妹又是我老乡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。哎，
是啊，这样吧，这个打坏的东西呢，包括裴总的洗脚钱，全部算在我头上。张老板真是个痛快人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别再为难豆妹了，行吗？啊，你看够不够？行。这样吧，老板娘，这是我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。行，张老板，你可一定要关照我们的生意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好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再会。谢谢您，谢谢。我先走了，啊。哎，豆妹，送张老板。豆妹，我走了。中原哥，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嗨，都乡里乡亲的，说这些干嘛？再说，你在这里工作，多注意点啊。我也是没办法，谁叫咱命苦？算了，别难过了，想开点儿。以后不要太较真了，好吧？对了，中原哥，山哥在厂里工作那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捎给我？我真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。豆妹啊，这个你就放心吧，山哥打工的那个地方的老板是我朋友，不会亏待他们的。你朋友不会也是裴德利这样的人吧？当然不会了。你别想这么多了，行吗？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吧，要是你看见山根，一定要他给我带个信儿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走了，回去吧。啊，豆妹，你过来。豆妹啊，今天有张老板给你求情也就算了，下次要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把这个交到前台去。哦。豆妹姐，别难过了。我心里憋屈。谁都有受委屈的时候。第二，你说当天明明是客人欺负我，程老板不为我说话，他还说我的不是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咽不下也得咽，撸撸脖子就咽下了。谁让咱们是干这一行的呢？我真想辞职不干了。豆妹姐，你可别耍二杆子脾气，你不干这个干什么呀？你这边跟老板娘说辞职，他那边就不让你在这儿住了。你住哪儿啊？总不能露宿街头吧？你说的也是，我就是为了这个忍着，我让着他。豆妹姐，俗话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的员工天天跟顾客打打闹闹的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这不想通了就不难受了吗？豆妹姐，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，不漂亮了？不漂亮更好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豆妹姐，女人不好看哪成啊。豆妹姐，你长得真好看，跟画上下来的人一样。蝶儿，你才跟画里下来的人一样呢，你最好看了。豆妹姐，这公司有资本，人也有资本，这人最大的资本啊，就是年轻漂亮。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等钱挣够了，想过什么日子还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吗？这城市不比农村。豆妹姐，你就想开一点，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我也知道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我刚来的时候也跟你一样，